然后今天来整个新活，就是拆卡加挑战吃一整包麻辣土豆条。如果拆到这个最高的这个 A2 等级的卡，我们就一口气吃一包土豆条。看一下啊，你帮我打开一下。无人在意。哼，看看它爆率有多少。我们现在这里有一整盒。我们先拿五包来玩玩看。这什么？就是这什么东西？这样。这是什么专业的操作？二五别来。这个不好倒，比较难倒。所以我叫你拿下来点。你怎么这么不专业？感觉这么生疏。我又不是直播间的。而且没捡到很正常嘛，它这个板就比较难倒，拉了难倒，拉了拉了，有点拉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卡为什么，这个，你能把你的土豆条先拿开吗？你，这叫做手忙脚乱拆卡。No， 不行，这样。怎么拆不出来啊？艾瑞宝，轻点吧。你没剪到位好像。剪到位了，就是他自己拆不出来，袋子设计的太卡了，所以叫卡油呀。小马宝意思不是这样。无语，这都暴露出来了，不行，不可以。这个没，我先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卡位，这两个应该是卡位。我也不知道哪个比较好，这个就是普卡，普卡就过了。这个是普卡，不是小卡，这个是卡位吧？我觉得肯定是带标才是好的，没带标就是一般的。什么意思？就分卡位啊。这些就是普卡，普卡就是。我觉得这些卡就是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吧，或者是我们拆完了再总共一起看。全部拆完再看吧。你赌场专业发牌的也不行。失败，他们肯定经历过专门的训练。上一次说的那个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这个是用背先付。好，又拆出来五包。我不知道拆几包，好像拿多了，我现在倒不出来了，我无语死了。我就没拿出来。它好像都是一张黑，一张褐，然后两张那个，说明就没拆到好卡的。它好卡跟这个卡面会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区别的，比如说它是像小马宝莉，它是黑背，所以它背卡就不一样，背它的背面就不一样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看一下这卡背，两张什么？一张这个，一张粉的，感觉不一样。这两个先放旁边，感觉要吃一整包的薯条了哟。我这里这怎么最后几包？这我就拆三包，三张这个卡，两张这个卡，还有两个。我们这个聊最后看吧，我们先翻这些卡吧，然后一张银饰的这个，看上去像是绿皮，一张蜘蛛的紫皮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先自己看，紫皮，然后一个蓝皮的，然后一个西式的，你怎么知道是蓝皮啊？因为我就知道是蓝皮。你这样让人好害怕。这个应该也是光的，紫皮放旁边，这个又不一样，这个是金皮。是一个佣兵的紫皮，邦邦的紫皮，昆虫的蓝皮，祭司的一个金皮，这个挺好看的。然后一个重复的黄金主的金皮，一个蓝皮，都是一个 Q 版的，它是叫 Q2。然后一个玩具箱的，不知道什么，这个是什么皮啊？这是紫
点是别人的，这个精品，这皮在这里，这啊，这样，那你就精了，这样不一样，因为这有蓝皮嘛，这有蓝皮，嗯，这蓝皮就是邮差的舞女的，舞女的，然后呢是。像比如说它一套是十张，然后这是第几张，这个是好像是正常拉的圆巾的那个皮，这个永久卫星这里有，那应该也是圆巾的，圆巾的圆巾精皮的那个，然后这个是星光金圆巾，怎么这么多圆巾啊，看他们收集十张，我觉得可能会重复吧，圆巾加油，觉得肯定十张了，加一星光镜，它这个质感和那个不一样，大白版的那种质感，中厚色系，那应该就是这四个系列的，我觉得，嗯，果然有重复的，不要拍到了腿了，好惨啦，这人其实是个很好小女孩，她怎么了？她反正是挺悲惨的。新出角色都没玩，他将横版的吧，然后呢，这样上面有点红的，这什么套路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一张这个什么 USR 是比较好的一张横版的 USR， 这个是对，鱼人金那个金皮的尺子的一个图，有舞女的。吃一整包麻辣薯条，真的很好看，特别爽爽的，给你吃，营养。